拼速度讲究性能调整，从太阳板稳定度操控力，更重要的是要立马制定出因地适宜的软体策略。我们一开始就是学习坐车，车辆原本就是后来有改良，改到能够比制造师的车还要快，那我们才去参加比赛。二星高中参赛的五组学生展现运动家的精神，更把所学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学到团队合作，然后还有现场的临场反应。团队合作就是要彼此沟通嘛，就是要不吵架，然后每个人的意见要相符。顺利抱回全国高中职太阳能模型车竞赛的第八座冠军奖杯，打败全台各高手。我们太阳能车的竞赛部分，这十座现在已经正式列入我们校本的特色课程。那这是专题式的一个课程，那学生是利用学科的一个理论，以及这一个数科的这一个技术的部分，来多元的加工，完成他们的理想作品。那也快乐的融入这一项的比赛，这是我们对教育的初衷。拿到总积分冠军及最佳技术奖的殊荣。机械科，赞！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